币、钻头。有一个推进器，目前并没有。这边有一个人，板子后面。哎呦！我好像抽刀来着。应该没想到我封窗了吧？肯定没想到。你我哇，奇了怪了，各种莫名其妙的。玩手机，让他撞吧，让他撞，这波让他撞，干嘛？你老了吧你？完了，这个老了，这都装不下来的。没事，问题不大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这边躲一下，因为前方要用球的，给他来了。不通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血妈崩！把你锤倒了！别点！里面两个人啊，
黄。他的钻头效果应该没有消，没有消失。看见前锋了，他钻的效果没有消。吞气，吞气，吞气，赶紧捡，赶紧捡，捡了快走。再捡一个，我怕他回来救人，备用。两边门都没有开啊，那边没有开门。那我再回去。没有救，那这个魔术师干嘛呢？可以，要不在这儿，该在大房子了。没板子，隔窗刀，再见。吓出一身冷汗，差点皮输了，我操！